UNB 确定7日举行街头公演，出道当天与粉丝见面。BND 新闻讯，韩国男团 UNB 将于7日出道当天举行街头公演，与广大粉丝见面。UNB 方面4日表示， UNB 已于昨日3日顺利完成了6系列写生部节目录制。为了感谢粉丝们的支持和厚爱， UNB 将于7日通过街头公演与粉丝们见面。据悉，UNB 将于7日下午1:00和3:00韩国时间分别在首尔弘大和新村举行街头公演，在出道首舞台播出前首先为粉丝们带来表演。另外， UNB 将于4月7日正式出道。王荣文 The Unit 文化产业专门公司图。